Hello， 大家好，今天要帮大家介绍一个很可爱的粉红小物，这个是 S Beauty 独家代理贩售的嫁接专用风扇。那嫁接专用风扇呢、它里面有含三个东西，一个是风扇，一个是 USB 的充电线，然后黑色这一条的话是吊绳，可以挂在脖子上。那 S Beauty 的风扇呢、它很方便的是，它在背盖这一边，你可以朝这个箭头的方向往前推，然后背盖拿起来之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海绵体。这个海绵呢，你可以看美睫师要不要在上面滴精油或者是淡香水，那这样子可以在嫁接过程中可以去除一些客人可能头发上很容易有的油垢味，很方便。那盖回去的时候啊，只要对准它的角角，那凹槽的部分要对准三角形，好，再放回去，然后往下推，这样子。那刚刚说可以在里面滴精油啊，可以让嫁接过程中可以减少一些客人异味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你可以把它的脚架打开，然后放着，可以放在推车上，或者是你们美睫师自己喜欢的哪一个角度。那 S Beauty 这个风扇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充电式的，它没有那个线的距离，充电线距离的那个限制，可以随意，你看你要放在哪里都可以。那因为有一些像市售的，它会有一些接触不良的问题，那这种充电式的完全不会有。那插的地方放在哪里 ？USB 的充电线，相信大家都会用，小头的就 OK， 在这边，它里面有个小小的凹洞。那它的风力啊，大家可以听听看，不会很大声哦，很多市售的都会还蛮大声的。那它没有电的时候就会渐渐的变弱，直到没有风出来。那我们来示范一下给大家看，我先关掉，然后按这颗黑色的按钮，它就有风跑出来。可以看到 model 上面的睫毛在飞，它风力还蛮强的，而且主要是声音不会很吵，这样子。好 ，OK， 那今天 S Beauty 的嫁接专用风扇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谢谢。